宋衫的特点是长袖、对襟，穿着的时候前襟可以交叠。我们先准备一块面料，先沿纬线的方向折叠出一个衣身的长度。后中线到接袖的长度是四分之一的通袖长。因为要交叠着穿，在定胸围量的时候要多留出一些松量，我这里取25厘米，袖跟肥取23厘米。前襟几乎是直线，只在领口拐弯的地方有一点弧度，在面料充裕的情况下可以把前襟做得大一些。领口宽度是9厘米，剪开领口，这样一半衣身就画好了，对称剪下另一半衣身。袖子可以做直筒的，也可以做收口的，剪下两个宽12厘米和前襟等长的长方形作为领子。下面开始缝合吧。缝合的时候我习惯先缝合后中缝，再缝合接袖，然后缝合侧缝。这件宋衫我没有做两侧的开叉。最后上领子，完成啦。宋代是以简洁大方为美，所以这件宋衫非常适合新手练习。再搭配一条宋代的两片裙，这样的搭配你觉得怎么样呢？